所中学的240个学生聚集一堂制作水底遥控清理器。参赛者发挥创意，将摩托装置在塑料餐盒里，然后在盒子外加上清洁海绵。当清理器沿着鱼缸内侧的玻璃移动的时候，就能够轻易将青苔清理干净。有了这样的水底清理器，喜欢在家里养鱼的人无需再为清理鱼缸而伤脑筋了。现代社会。